开始，好了，开始了。好，今天要换汽油滤芯。好，那准备的工具就是尖嘴钳跟十字起子。好，首先拆车盖。这里。这个油管螺丝要先放松。这是从汽油泵不出来的。放松完就可以把它拔掉了。好，换另外一边。好，这边的侧盖也是要拆掉。好累啊。然后再来就是喷油嘴这边的这颗油管螺丝，也是放松，放松你就可以拉掉了。干，小心有很多汽油。好，我们到另外一边。好，然后就可以把油管整条拉出来了。好，这就是汽油滤芯。然后我现在换的原因是因为那阵子找不到宽泰朗原厂的汽油滤芯，然后就用这个化油液朗来替代。好，记得角度是这样子跟这样子。好，现在开始拆了。好多汽油哦。看，好脏哦。然后换的原因是因为化油器的承受的那个滤芯承受的压力跟喷射的承受压力不一样，然后密度也不一样。好，这颗是之前换下来旧的，那这个是新的，我先拆开。好，新的，旧的，差很多。然后它这有分方向器，这个箭头就是从汽油泵出来，然后往这边走到喷油嘴。啊，这里有一个箭头，看得出来，对。所以说我们等一下在装的时候是这样子装。好，收起来。也是。好，那在装回去的时候，来，一样从原本这个洞装回去。到另外一边。看，哎，挡到了。干林老师。说
工比较麻烦。有了，好，从这边穿出来。好，不要忘记油管夹，然后就可以接上去喷油嘴这个洞。放松一下，哎，进去了，好，然后你就锁紧。可以，好，换另外一边。好，另外一边一样，这边把它推上去，好，然后锁起来。这时候试着发动，然后先等它棒油，因为现在里面有一些空气，它等一下有可能会熄火。会有很多 dislike， 你要不然可以帮你脸打马赛克、啊，我可以帮你修，太累了。你会打马赛克吗？打马赛克会啊。就算你还在拍啊？啊，还在拍啊。你可以，要这么一镜到底就对了。哎，这个。这是什么？你们知道吗？这是防尘套，离合器的，离合器拉杆的防尘套。好，现在来换。然后这边是料号，可以记一下。野狼离合器拉杆的防尘套。哇，处女，来喽！来，这很简单。离合器螺这边有颗螺丝。有没有？它下面有一个凹槽，来往这边拍，有一个凹槽，有没有？有一个凹槽，它这边有一个洞，就直接这样套上去。看啊，不对啊，从这边的，来，从这边。继续让我就是算了，要不我来。
不是啊，因为要拆他这个拉杆，我不想拆啊，算了，要既然都要录了，拆拉杆，十秒钟的事。那要重拍吗？要重拍。啊？要重拍，不然、這個、你都拆疯了。这个一定被干爆。为什么？剪一下就好了。为什么被干爆？从那边装，不是智障不是啊？